好，继续。咁难噶？哇！嗰只嘢好烦啊！其实就算冇咗只嘢，我已经觉得好难，仲有嗰只嘢喺度阻住晒，又冇 double jump， 唔知点解。哇！掂曬今次，我真係唔明喎，冇咗 double jump 喎。我試一樣嘢先，啊呢度又有喎，點解咧？我喺呢邊又有 double jump， 但係每次一到重要時刻就會冇 double jump 啦。呢個撞到天花板會冇，我唔明嘅。哇！原来这个物理真的有用的，反作用力啊，那个炮。哎呀，差点啊，差点超顺手，好像 Spider-Man 那样飞过来。大爷，你见到他又是很短啊，他的勾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时鬼那么长，有时劲短。Close， 其实啱啱瞄住呢一个位发噶，但系呢度阻住咗，仲要话 too close， 真系。又似你，冇理由嘅，一定过到。靓啊呢个位，诶呢度我记得系，佢有条鱼喎，要点样过啊？哎呀，咁难得我去到嗰个位，竟然就跌咗落街，点控制噶啲人？黐线啊！跳，捉，跳，再捉，点解唔得嘅？我只嘢顶住啊！又似你。其实我有冇计到死嘅咧？冇跌到落街，直接咁 R。喂，死啦！佢过紧你啦，跳！好慢啊，只。咁唔都係 double jump 過嘅，但係都要等呢部垃圾機器過咗先。长一段，跟住再捉个就唔够长，够唔够跳咧？哇，又真系捉到喎！我唔知可唔可以直接 double jump 飞嗰个，黐完就滞。哎，睇下佢个勾人。
作者寫個 trigger 嘅 point 好奇怪，又捉咗我自己度。我又嚟等一等啦，等嗰只咁嘅嘢。差少少啊！如果可以，但系唔知只鱼会唔会跳上嚟跳第二次呢？睇下佢成日咁高撳，又話 too close， 跟住佢又跌得快喎，跟住又會咁樣捉唔到喎，點控制啊？哇，係非常之富碌嘅情況下，可以就係咁啦 ，too close 啊，好廢啊，垃圾勾近又點啫？一口氣整齊過去試下，嚟啦 ！Spiderman 上身，Spiderman 都會死嘅。其實撳個掣有冇技巧㗎？點解有時咁長，有時咁短咧？咁睇下佢個勾真係好短啊，有時好長喎。要等佢擰轉身嗰陣，就係而家啦，揈多一下。點控制啊？有冇可以教下我？就慢慢等，但我覺得應該可以一口氣過到的，如果唔係，點解會有咁多人 speed run 呢？喂，條魚兩次嘅喎，咁點過啊？冇可能喎，咁即係應該要一口氣 double jump， 但我成日都 double jump 唔到，點解啊？同埋點樣先可以連續兩下咁？我估计蓝色嗰个位置就要长啲绳啦。点样叫长啲绳呢？就系、是、我谂到一个方法可以控制到嘅。哇，超长啊！今次就系、是、我想讲就系咁样，有次唔够长喎，同埋咁样咪真系 double jump 到咧，跳，
我唔明点解成日 double jump 唔到喎，系咪 bug 嚟啦？佢咩情况下先会冇得 double jump？勾成日都命中，点可以增加呢个命中率啊？好难玩啊呢只 game！你睇下咁样边有可能过到嘅啫？嗰只嘢喺度，唔通要去到最右手边个位咩？唔係幾信自己做到，唔係幾信有冇可能做到。喂，得咗啦，冲啦！喂，哇，哇，哇，黐线啊！冇错 ，keep 住揿实右掣啫，真系。跳啊，师傅点啊？唔好理咁多啦。成功，哈哈。喺十二分钟，趁有时间，我哋继续去试下啦。咁呢度做乜嘢啊？哇！呢度头先唔系两边一样，佢呢个都病埋啊，行啦。哇！哇！真系咁样。喂，咁应该点啊？中。落足，喂，系咪要数拍子呢？足，佢几多秒啊？而家试下数先，三二一零，哎呀，点解我数三二一零咧？应该一二三四咁数，一。二三一，咁先试下数到四声先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慢咗啦。唔通第二个系一二三？唔系喎，但我每次嘅绳好难控制长都一样喎。咁数嘅秒数都唔同噶喎。一二三四，一，一你个头啊！一二三四，一。二三四一，佢条绳唔同长度，又要即刻觉得一二三四，咦？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，哎呀，争少少啊！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。二三四，我得咗啦！师傅点啊？冇师傅点啊？咁我会死噶喎，唔得咁噶喎，冇师傅点啊？我会喊噶，希望一入去出师傅点啦、啊！耶、yeah, ，得咗啦！但上面又有条导弹油喎、啊。今次十四分半钟好啦，今次第五集就到呢度完啦，拜拜。